Hi everyone. There are 8 spirits in this game, but you only need to get 7 to unlock No One's Left Behind's trophy. This video will also show you all spirit-related trophies, such as maxing out your spirits to their max level and location of highest tier fruit used to level up spirits. I will not show you the full questlines here, I will just mention their names as they are marked on your map and really easy to follow. One note, getting the last spirit has some prerequisites and related video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Cheers! This is ice cream. You recognize her? This little girl is also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She is self-confident, not a fool. Her body is a force. 原来不是，谢谢你们。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受伤的？那是我证，我修炼之时不能被外力所扰。这山中何时有？是那时。没。丫头。月儿姑娘，你可愿意与我定下共存契约，让我助你调理体内灵气？御灵术。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一块铁？确实，不过方才混沌之中，我以为是此物当年赠予明叔。正是，我叫月灵叔们曾助我灵力炼化，蒙受大恩。爷爷同我说过这段故旧，你应该就是蜀山里掌门千金的。主人说过，不懂了。蜀山。 好像有什么被困在里面了。我来。跑得好快啊！既然救出来了，那我们就继续赶路吧。这边吊桥年久失修，大家小心些，看着点脚下。好。我来带你。好。好姐啊！ 身上这些事，明术门的法器，您就是古柏前辈。明术门的后人，你来这里是为了抓我回去吗？不是，前辈，之前明术门对您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我们万分抱歉。如今，明术上下已醒悟，不会再作恶了。我受明术门几代压迫。 你们早就是一群疯魔之人，岂能真心向善？古柏，节气之人身故，契约便应自动解除。你何以被强留在明术门几代之久？哼，你也是御灵？难道你不知明术门中有一法术，可将御灵契约转移给指定的人？ 这便是子子孙孙,
无穷尽也。无耻！我身上的这些法器也是做禁锢之用，重获自由后法器断裂剥落，但因年岁过久，有的便一直嵌在我身上，虽仍有刺痛，但与自由相比，这痛何其轻微。现如今我只想好好修炼，早日成仙。你们走吧。古柏前辈，还请允许我替您拿掉这些法器，让您再也不用被这些邪物所扰。哦，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我只是想恳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可以弥补明术门的过错。古柏，我跟着这个小丫头就是为了观其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过自新。他和以前那些明术贼子完全不一样，你大可安心。我还将共存之术交给了他，让他学会真正与玉灵共享灵力。你若想成仙，也不妨和他定下契约，更利于修炼。我与其他玉灵皆获益良多。阿湛前辈，本山神只是想帮帮古柏而已。你真心实意想赎罪？是。好，那便与我签订契约，帮助我继续修炼。多谢古。得道飞升始终是我心中夙愿，徘徊山林之间，虽能平静度日，却到底不是我真正所求。你明术门既然愧对于我，那就助我完成心愿。我这就帮前辈解开这些法器，重新解气。我并未原谅明术门，只是讨要你们欠我的罢了。是，我明白。上神，不知那先生，你们来得刚好。师姐，我们动作轻一点，莫要惊吓到先生。果然是五毒兽。阿尤，您认得这先生啊？五毒兽可是非常罕见的先生，世间少见。他常年以百毒为食，以自身灵力孕育而成的五毒珠，更是可解天下奇毒。若是凡人将五毒珠佩戴在身上，可是虫蛇莫近，百毒不侵啊。他好像注意到这边了，他似乎并不害怕我们。先生，我乃专司御灵之术的明术门，不行吗？嘿，小家伙，你现在这么弱，这灵力共享之术能让你修？别先拒绝呀，五毒兽大哥。你要是跟这位姑娘建立契约，啊，你不会是？你将他气走了。阿尤，和五毒兽缔结契约这件事。哎，我之前不是说毒瘴泉内有天下百毒百解是不假，但是有苗疆医术，医毒不分家，眼看着我们的敌人一个赛一个的强。阿尤，那当然，有几味毒药我想要很久了，可之前没寻到办。不过谁又能想到现在能遇到五毒兽？如果能佩戴五毒，哎，月姑娘，若是你能和他，我是没什么意见。况且，我在他身上放了引路风。哎，去了哪里？在东北。师姐，五毒兽是好。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去寻毒。我房间里应该有些珍藏的毒果。五毒兽好可爱啊，圆滚滚的。先生，先生，来来来，快看，这么多毒果，你再想一想，你要是同意当月姑娘的御灵，就带你去个更好的地方，那里的毒果比这里多百倍千倍。阿尤是想请你帮他研究几味毒物，如果你愿意帮他，不成为我的御灵也可以的。终于如愿了，那我们走吧。阿尤，虽然你继任了拳手，但毒瘴泉毕竟是你们村子世代守护的重地，我们经常出入，总归不太好。月姐姐说的有理。你先随着阿尤去毒瘴泉好吗？那里有更多毒物，可供你修炼。嗯，也行。走吧，大哥。我的天啊，你们终于回来了。阿尤，怎么了？还不是因为这个小祖宗，我好心带他到毒瘴泉里吃毒果，哪里想到他身体这么小，胃口却那么大，把整个毒瘴泉里的毒物吃了一半。啊，不至于吧。你那毒瘴泉没事？没事，用不了多久毒果就能再长出来，可村子里的制药会被耽搁一段时日，害得我又被小姑姑揍。你愿意成为我的御灵？这样便好了。名字的话叫山竹如何？不对，我越想越不对，你这小子该不会是哄我带你去毒瘴泉的吧？你在毒瘴泉里横冲直撞，要不是我有法术困住你，你能把毒物都吃光了。他似乎会毒心。什么？没想到阿尤心心念念想算计山竹，却反被这个小家伙给算计了。阿尤，看来你之前的小心思早就被山竹发现了。我不甘心啊。我说你真的会读心术？那你倒说说，我现在想的是什么。他说你脑袋疼。我现在一看到他就想到被小姑姑毒打，所以还真会毒心啊。娘子的对决很精彩。
毒。